出来了吧？哎，我这边为什么黑？你再点一下。耶！哎，多少？688。6月25日，湖南长沙的一对双胞胎查分时，发现两人高考成绩均为688分。据了解，他们是一对双胞胎，在同一年级、同一班级读书，一起参加高考。家人直呼太神奇了，兄弟俩不仅总分一样，连数学和化学成绩都一样，数学139分，化学93分。对于感兴趣的专业，兄弟俩也保持着十足的默契，他们都想在未来致力于工程机械建设，为国效力。母亲在接受采访时称，没有想把孩子留在身边，肯定是立足于报效国家，我就把孩子上交国家了。孩子没想到把他留在家里给我陪着我啊，我想着我的孩子肯定是立足于报效国家，我就把孩子上交国家了，报效我们的祖国，让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。